杀我的是我爹。别过来！别过来！你们都别过来！哎呀，鬼公子，你好好想想，这事儿不是不能挽回的，对不对？我们已经把胡包皮送到凌元当铺去休养了，等他醒了，你们俩再谈。你想啊，风起雾的案子，只有你和栋哥查到了卖老公的真实身份，这说明你和栋哥一样聪明。后来你放过了卖老公，说明你很善良。鬼公子，我告诉你，你要是敢娶她，你别说这半辈子，你下半辈子还有你来世那辈子，你都生不如死。